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春啊。自从我昨天发了那个跑了四单流水190多块钱那个视频之后，很多兄弟私信我，你知道他们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小春啊，你不要跑车了，你赶紧早点进厂去打螺丝吧。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，进厂打螺丝是不可能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去打螺丝的，告诉你们。所以啊，以后你们不要再跟我说进厂打螺丝的事情了啊，我是不可能进厂打螺丝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进厂的。好了，今天偷了一个懒啊，因为昨天晚上睡得没怎么好，然后就起晚了一点呢。现在也是上午的9:30了，但是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。今天好像是跑三单的话有奖励，奖励是25块还是30块钱的。那看一下今天第一单什么时候来啊？最后再给大家报战绩，这就是视频的最后面啊。等啊等啊等啊，10:18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价格吸不吸引人呢？结果哇靠，三吨！给钱给我的，加钱给我的不跑，太危险了。三吨，看一下吧，今天还没开张啊，兄弟们，真的要进厂打螺丝了吗？时间飞快啊，刚才还跟大家讲是9:30，现在马上12点了，今天早上又给挂住了。其实不是说早上没有单哦，早上有蹦了两个超过150块钱的单，我没抢到，然后又蹦了几个45的。但是45的它都是有备注的，有一个是要跟车两个人的，我车坐不了，然后没抢。另外一个的话是他要拆那个篷布的，然后我不想拆，因为这边天天下雨，哪怕是不下雨是吧，我也不想拆，原因很简单，就因为它是45块的。所以说没关系吧，都习惯了，先去吃个饭先吧，期待一下，希望下午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吧，不然真的这样下去快扛不住了，兄弟们。